我先念完哦，好好笑哦。Yuna Yuna Yuna， 到底有几个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啊！他那个啊什么 ？Yuna Yuna Yuna， 那个是念什么 ？PR 吗 ？Pro P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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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o， 味道真棒啊 ！Pro。哦，等一下，那好像不是念 PR 哎。那是日文的那个吗？贝洛贝洛吗？我看味道真棒才发现。哦，贝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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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味道真棒啊！贝洛贝洛啊，好想贝洛贝洛，有幸运啊，软绵绵的胎毛天线，不行，我会笑出来。贝洛贝洛啊，哎，稍等一下，不对，是好想摸摸啊，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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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胎毛天线。我摸他的呆毛，我念错了。超能力者的 Yuna 讲好可爱啊啊啊啊！能够顺利出道真的太棒了 ，Yuna 讲啊，真可爱 ，Yuna 讲真是太可爱啦啊！不行，我好想笑，等我笑一下。对对了，对对，越来越多人跟随，真是太高兴了呀！喵，嘎，呱 ，YouTube 什么的根本就不是现实啊！仔细想想，艾莫和苏菲亚也是 ，Yuna 奖在现实里不存在。喵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要啊！啊，水水老师啊，可恶！我要跟这个 B 的世界说再见了。哎，他在看着我。推特上的 Yuna 讲他在看着我。推特上的 Yuna 讲他在看着我啊。Yuna 讲他在看着我啊。例会里的 Yuna 讲他在看着我啊。直播里的 Yuna 讲他在跟我说话呢。太好了，看来这个世界还是没有抛弃我呢。呀呼！我还有 Yuna 讲，我做到了 Yuna 讲，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。啊！直播里的 Yuna 奖啊呀！谢谢艾梦、苏菲亚、骆驼，为什么只有米莉恩是信？把我的思念传达到 Yuna 奖那里去吧，传达到 Kiseki Blend 的 Yuna 那里去吧！我的肚子好痛。为什么要剪精华？其实我搞不太清楚他的情绪在哪里，我笑出来了，对不起，我笑出来了。哎，非常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讯息，你的思念我收到啦，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们。对呀，为什么只有米莉恩是信？你跟他不熟吗？你不知道他叫做米莉恩骆驼吗？他叫做米莉恩哦，你可以记一下。